其实我哋一齐咁耐，系真系冇闹过交嘅。生命嘅嘢真系一种缘分，生死有命。咁所以，如果有小朋友，当然好一定会系一件幸福快乐嘅事啦。冇，亦都唔会系一个遗憾咯。TVB 总经理曾志伟嘅新抱仔黄敏奕，近年继续活跃于电视圈发展。佢主演嘅剧集《旁观者》最近喺翡翠台热播，令佢人气急升。日前 ，Finneas 接受传媒专访，大谈夫妻相处之道。同老公曾国祥已经结婚5年，佢直言两公婆从来都未试过嘈交。他认为很大原因是双方很有默契，而且明白对方的想法，所以就算长期分隔两地，各有各忙，感情依然很恩爱。 Finneas 强调自己和老公都是比较低调的人，所以都不喜欢将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分享，而现阶段他还要专注为演艺事业打拼，而老公曾国祥就继续醉心于幕后工作。问到他们有没有计划生小朋友， Finneas 坦言生死有命，如果有小朋友当然会开心幸福，但如果没有小朋友亦都不会是一个遗憾。看来他们都还是非常享受二人世界。不过不知道老爷曾志伟又恨不恨抱孙呢？